我们协会尊敬的陈会长、陈太、Kenny、吴技士，还有诸位大德居士同修，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个转眼一个月了，差不多3个礼拜。那我们接着来讲《龙树净土文》见的净土。总要第三，我们再讲净土总要啊。王自修即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深入经教，深入经藏，而又能够浅显易懂的把整个净土的纲要汇集在他的这个净土文里面。那净土文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到了晚年。汇编出来，那晚年的这个他的这种书写，特别是通过他这种常年的这种修正、念佛、参禅啊，主要是念佛、礼拜啊的这种功德显化出对阿弥陀佛48大愿的这种深入契入，所以他在结集这个。龙树净土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见恶前后呼应，对吧？就在总要第二的时候，第一就开始到第二显发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净土的这个本愿，对吧？就他的本愿，唱释迦牟尼佛的本怀然后进入到法藏比丘的本纪。那法藏比丘的本纪里面，我们上一讲提到，在过去无量劫53佛的这个因缘当中，从定光古佛，也就是燃灯如来，与释迦牟尼佛同一视线，而且先离释迦牟尼佛而成佛，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出王自修居士的这种对佛法深意的理解。乃至于对这个净土法门的深深的契入，他作为一个很著名的国学学者或者儒家学者，在文字上深入文字三昧，在修正上深入净土阿弥陀佛心要就我们一讲，在心在眼在决定，以信。精性、当性31体而成就，那这里面所谓以性、精性、当性，它的重点在于深入了解释迦本怀以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本纪的48大愿那在法藏比丘的这个本纪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从无量劫前。成就这个菩萨行在这里面提到，就他入菩萨地的时候，内着修慧呀，慧当然我们要看六度波罗蜜，对吧？以般若慧而入，那有修护，那他的护慧体现在48大愿这是根本的护慧。入菩萨地了生死，自如之后呢，他又在根据《观无量寿经》乃至于下莲居大德所汇集的这个清净平等解经里面，阿弥陀佛经过5大劫的修行，乃至于在世自在如来的这个教导下，深入禅定三昧。以观21亿佛土，那最后成就弥陀净土的48大愿，以48大愿而成就这个净土。那这个从这种解脱的法而言，非常了不起如果我们了解从一个凡夫的角度来讲我们大家一辈子，对吧？在这个人世间。从人的角度来讲，可以分成
从佛法的理解程度来讲，可以分成三种层次。第一种就是凡夫众生以财色名食睡，得由凡情起我见、人见、众生见，或者我们从这个六根、六尘、六入而言，它执着于有我执、我见，执着于色、声、香、味、触，这个是最基本的凡人的这种层次啊。那进而比较有深入了解到人生的这种本质，或者是了解人生哲学之后，或者我们讲，作为我们凡人，在世间上，各位不管是经营世间事业，乃至于种种的学习，种种的这个业力的这种实现啊，那他会进入到人在成年之后，会进入到对人生是什么的这种追求，去精神层次。那精神层次的呢，在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一般人会停留在哲学的探索，对吧？就停留在文字的细论呢、乃至于停留在人生的这种哲学的探索，特别是在我们当代的这种非常忙碌的社会，很多人会停留在比如说成功学啊，对吧？怎么样，从人生哲学这一块啊。哎，这个已经是进入的比较好的一种状态了，就他会讨论我到底为什么活着，对吧？我有什么用什么哲学，或者是现在的所谓心灵鸡汤，对吧？来让我感觉身跟心放松，心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对吧？这是另外一种层次，这种凡人本来的这种我见我知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种种贪执，那这里面种种的贪执，也就有三恶道的轮转了，对吧？就因为所有的法，大家观察一下，所有的法实际上都是以贪嗔痴而相应，就我们的所作。它有微细跟粗重的区别，那到了比较中层的这种精神的追求之后，人心会改变特别学佛的人，起先都是利我，对吧？从我见、我知、我人，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为了我追求，那到了学佛之后，或者是进入到了解一些人生哲学之后，开始要想到利他，对吧？就怎么样在利我的同时也能利他，这是到了中层。那人生最高级的境界，从我们人的这种追求解脱的境界而言，入菩萨地。菩萨称为解有情或者利有情，就利有情的完全进入到觉悟的这种层次，利有情，那这个境界就很高了。这种境界的进入之后，我们再来看菩萨入菩萨地，从初地开始，他不仅是在利他，他还在断烦恼，就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这种法。当然，从般若会而入，最根本要行在般若，归为净土。就你的行跟归能够统一，对吧？这个是最根本。那行在般若入菩萨地，当然就开始六度万行了，对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阿弥陀佛再见四自在王佛，他已经进入到人生第三阶段了，入菩萨地。就他福慧具足了，就他当时为四老王的时候，就做四老王的时候，你想，从王的角度来讲，
如果从满足凡人的眼的毕生生理感官而言，那都是极大的诱惑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看看，这种众生的业力，我们现在看欧洲各国，对吧？包括美洲、南美洲，包括亚洲，各国现在的状态，各王，对吧？或总统，都是停留在凡的这种阶段，对吧？都是在我知我见，受想行识，财色名食睡。当然，财可以指经济，对吧？他当然说要平衡七欲的，但严格上来讲，也是在从工业革命之后，这个人性的贪呢、工业进入这个科技时代、数字化，现在进入 AI 时代，人性的贪它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人性的贪也促进这种资源的很大量的浪费，对吧？打个比方，手机，对吧？在之前手机，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手机是可以无限修理、循环利用的，就电池坏了可以再换的，对吧？那后来，它内置通过种种的半导体 AI 技术呢，人的这种贪心，对吧？追求这种利益的最大化。他后来设置的，首先你坏的不能换，对吧？你还现在不能修理的，那螺丝的那种铰，你要特定的工具才能打开，对吧？然后他设置的就是说你用到一定程度，软件不能 update，对吧？就等于说也不能用。那有些就是说到一定程度的这种芯片会自动报废，对吧？它是内置设置。那这个就从人的这种角度了，从人性的贪嗔痴，那现在走到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经济的大衰退，当然跟疫情有关，可能严格上来讲，还是跟资源的匮乏是息息相关的，就匮乏，资源已经匮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就通过工业革命到现在，无休止的浪费，地球是有限的，对吧？这种资源浪费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整个人类它必须要重新降解，对吧？那重新降解，它就可能会通过政治的手段啊，所以当王是很烦恼的一件事，对吧？当王你如果不能做圣王而做凡夫王的话，它涉及到很多问题，对吧？它涉及到包括现在亚洲、欧洲的这种比较可怕的，就是说你如果看一战、二战的这种发生，一个是经济的问题，另外能源的危机也是个问题。包括现在欧洲，我们看到欧洲一直在节约能源呢，节约用电呢，或者用煤气什么，这个会不会是下一次的战争？我们不知道。那这个，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说无痛、无少，对吧？从无恶杀盗淫妄而言，在刚才讲的人的这种三种等级里面，从最根本的人的这种欲望、贪嗔痴的这种欲望，杀。从动物的角度来讲，比如说狮子，对吧？狮子它由于本能要生存，它要杀，它吃，比如说它会抓一只麋鹿，但是呢，一个礼拜就不再进食，对吧？它就不再猎杀了。但人不一样，对吧？人他会为了种种原因，战争一杀几万、几千、几十万，对吧？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环境，那一旦你进入到中阶的时候，所以工业
很可怕。佛法里面讲共业的这种可怕啊，《法华经》里面讲人在佛宅而不自知，对吧？那所以佛法要大力弘扬就在这一点，而且净土法门要大力弘扬。因为净土法门，弥陀48大愿跟他的本纪的这种因缘呢，严格上来讲是人生最高级的模式。从这种精神灵性的解脱，好，这个是我们讲。那阿弥陀佛在进入菩萨地之后呢，他已经了知生死，就作为四扰王的这种职位，他就全部摒弃了，就全部舍弃了，舍王位，坚果弃王，行菩萨道。进五大阿僧祇劫，那这五大阿僧祇劫里面呢，他为了教化，当然在不失菩提心的前提下，在48大愿的这种前提下，就引愿的这个过程，他上至天地，下至蝼蚁，皆脱身于其中，这个就很厉害。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由我知我见的角度来讲，说，哎，蝼蚁这个卑微的，对吧？这种都不是人。但是从生命或者佛性平等的角度来讲，它是一样有佛性的，对吧？包括我们上一次给诸位放的这种影像包括野猪，对吧？鱼。包括鸟类，它都是有佛性平等。那解脱身离其中呢？这个也就跟他的48大愿相应了，对吧？他必须要行满48大愿。我们来看一下。在48大愿里面，第一愿就依报国无二道愿里面，而且要平等无差别相，对吧？你看他说：“设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也即无贪嗔痴，对吧？地狱恶鬼是由贪嗔痴而来，也就我们所讲净土的根本三善根啊，也通过这个呢来脱三恶道苦。所以他说：“设我得佛，就我的即的国土，无有地狱恶鬼出生者。”就如果有这个的话，不起正觉，那他如何做到不起正觉呢？就他一设下这个愿，如何做到不起正觉？就如果有这个的话，不起正觉，那他发这个愿是要去做的，对吧？就要在五大劫里面来完成他的这个愿力，所以叫做引愿。那所以他脱身于一切天人。乃至于地狱恶鬼畜生道，对吧？来形成这个种种的这种功德，那在这样的种种的行法形态当中，利他、离苦，而成就他的这种净土极乐世界无上的道业，这是阿弥陀佛引愿。那从反过来反照我们自身。对吧？按照我们自身，我们经验，对啊，我们经验于阿弥陀佛引愿，他已经成就了，他久远劫以前已经成佛，对吧？那这个我们在经验的时候也一样，要设我往生的话，对吧？或者在当下，你如何做到往生？那当然要弃贪、弃嗔、弃痴。成就这三本根本善根，与阿弥陀佛的这个引愿相应那才可以。那我们再看，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受众之后，护根三恶道者，就国无恶道不离三恶道的这种护的不起正觉，那这个是最根本的究竟，因为我们知道极乐世界之不同于。其他净土，或者是天道啊，
他不管是天与人，就往生到净土的时候，他意识不退，那不退的话，等于说他不会再经历三恶道，就他的恶业已经消除，就等于说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海中啊，他成就这个无量光、无量寿，不会再护堕三恶道中。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升天呢，本身的天如净后，还要随这个过去世的这个业力而轮转，对吧？所以它还会有三恶道的这种根蒂。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意念呢，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不要说以前，对吧？就过去世，我们有隔世之谜嘛，我们并不知道过去是做了什么，可能这一辈子有时候去个地方见个人，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对吧？好像去过这个地方，或者做梦梦到去过什么地方，哎，你后来去了那个地方，哎，好像我在梦里见过，对吧？哎，但是隔世之谜我们不太确定，对吧？感觉好像是，但不确定。那在人有这种 隔世之谜呀、啊。包括有种种的这种无量劫的恶业，对吧？你即便在这一生，修十三业道，或者持五戒十善，再重生投入为人，就是你即便现在学佛，有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但并非回向往生净土，就你行般若智。没有以净土为归的话，这个风险就在这里，还会再进入三恶道窟。你的业力现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就要注意，对吧？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所为，是不是这样？然后阿弥陀佛的这个国无恶道之念，他设我得佛国中天的。解析成就这个真经是心念纯净，微妙相好，对吧？如果不成就，不起真解，那第四叫设我得佛国中天人，行事不同有好丑者，就不起真解。那这个就是平等无分别心了啊！这也就证明法藏比丘在无量劫前在这个。四自在王佛的这个发48大愿，远离佛的微微相好，已经戒定慧三学，发愿要为一切众生恐惧为作答案，就他发这个愿之后呢，而行48大愿，对吧？那这个48大愿里面，首先就是弃贪嗔痴。进入菩萨地无量劫修行，那这也就激发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做到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就跟他的48大愿的第一愿就相应了，对吧？那你如果能做到无贪、无嗔，无痴的一心念佛性，对吧？一心性相，一心性相，性则不移，不移则一心不乱。所以性、愿、行三法都是以性为导，那愿也是一样，愿的真切即一心不乱，对吧？那行也是一样，行的深切即一心不乱。那你这样的话，一心不乱，信、愿、行三法，信不疑嘛。我信阿弥陀佛极乐净土48大愿久远成就，以我本具心性，即贪嗔痴相应，平等般若智无分别相应，以天道人道善法相应，信而不疑，而一句此念能达到一心不乱，那即是无贪。无嗔、
无次念念无量寿无量光，对吧？这即是阿弥陀佛。那这个在中文上来讲叫我心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我心。这个并不是说你是阿弥陀佛，这个是说你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与他的功德相应。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个比喻说，如业在空，千江应业，就你的心相应的时候，阿弥陀佛的这个法界藏身呢，本身即在那里。你念到相应的时候，你能够呈现显现在这个阿弥陀佛大愿海中的时候，一即是一，就一切即一，就华严经的境界。那这样的话，感应道交，十万亿佛土一念即止，就你还不需要一念，对吧？一念还是有时间的间隔。你当下这个一念即止的话，这个就很厉害了，对吧？这个从现在的科学来讲，有点像量子纠缠的那种理论，对吧？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诺贝尔文学这个物理学奖关于这个电子纠缠，或者称为量子纠缠，就是说在一光年之外，这个当然这个理论最早是由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对吧？爱因斯坦认为两个电子在有时间空间的隔离当中是不可能产生感应的，对吧？因为它有时间跟空间的区别，那就不可能同时同步。就等于说，打个比方，这边有个量子，然后在一亿光年之外，一亿光年就等于9.46万亿公里，对吧？就有点像十万亿的这个公里。这边的电子或者量子在这边，比如说它转变的时候，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因为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间的这个隔离，对方虽然是相同的等级等量的量子或者光和电子，它不可能同时感应。比如说这边突然转变成红色，那边它不可能马上就转变红色，对吧？或者是波段的不同，但是最近的这个物理学讲说是同时的，对吧？不受时间空间的，就说等于说你这边的一个量子的纠缠，就是说比如说它一个 A 的波段一亿光年之外或者十亿光年之外，这边的变动那边同时没有时间空间的变化。根据爱因斯坦的讲话，就是说你即便是一分一秒乃至一秒秒秒，它还是有时间的区隔，对吧？特别是比如说太阳阳光照射出来的电子或者量子，我们看到阳光到地球是要8分钟，对吧？它有一个时间的空格。所以这个就很不可思议。就现在量子纠缠的证明，就是说在没有空间跟时间的限制，就两个同频率的同频道同频率的量子电子是同时呈现，就这边变化那边同时，就没有时间空间。那这个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讲，从证入甚深境界，或者证入甚深禅定的圣者，乃至于心存到极致，对吧？或者念佛心存到极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身体由电子量子组成，对吧？所以根据量子纠缠的理论，就是说从微观的世界讲，人是可以分身无处的，就人是可以分身无限处的，就量子的这个纠缠理论。那你是不是心念到纯净的时候，你的精神世界是呈现另外一种境界，对吧？变释放处，或者像无量寿经所讲，无有障碍，对吧？看到释放处这种是另外一种一种境界。那是不是在修行到我们看到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当中，很多在念佛之一心不乱的时候现前或者感得舍利，这个不可思议。那这个夏莲基大德很了不起，
对吧？夏仁基他的他是官宦世家，他父亲是好像是云南提督，那他也是在光绪年间的进士，后来做到苏州知府，也曾经做到总统府的秘书哈，那他舍弃一切，就学佛念佛，他的念佛很心深，而且感应了很多人，感应的立行法师也就是因他出家，台湾立行法师，立行法师原名叫王如初是吧？王如初他是原来在西安，后来调到北平。他是陆军中将啊，他刚见他听夏仁基讲这个清净平等戒经的时候很有气度，就非常惊叹于净土法门的这种深妙啊。那后来就参加了他的佛七初初的话，据黄念祖的回忆啊，黄念祖回忆说他初初还是停在于我刚才讲的三个阶段，人的阶段。凡人的阶段，他有中将这个身份，初初共修的时候让很多同修很烦恼，对吧？他有这个习气。那后来有一次，他在参加佛七念佛的时候，有感应，就失声痛哭，失声痛哭以后就忏悔，忏悔之后再有一打了连打了五个佛七，那有一次他拜完之后进入官房。做贡品跟拜殿全部都是白色的舍利，那个他后来收集成一盘，这个方念祖他也过去亲自见到，那这个就很不可思议，对吧？因为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非常不可思议。那这个也促成了后来他1949年之前去台湾，因为他女儿结婚哈，他去主婚。那后来，大陆被解放之后，他就没有再回去。那后来他在台湾出家那立行法师也这个因缘，那这种感应，对吧？这种念佛的感应那立行法师当然净土法门不可思议。我们知道印海长老也是因他而与净土结缘。印海长老是由于立行法师的这种。千代去打佛七，那在佛七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发佛现前，对，所以他一辈子坚信净土那这种就很不可思议。那当然，这个我们要回到阿弥陀佛的48大愿，对吧？这种以愿，那我们经验的这种结合，那这里面就是信是最为根本的，就要。一心性相，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所以这边讲一下，故人自心性相，念其名号，现世必蒙福佑，身弘毕竟生极乐世界。这边是指念名号。那若能精心想其形象，现世必见佛之真身，以佛之威灵无所不在。所以在历代的修持当中，48大愿用于观经的16观，是有深入契机的这种关系所以大家在要深入学习48大愿，以及跟观经16观的这种关系当然这个是可以做深入的一种修法，但最根本的就持之名号。自心性相，我们刚才讲到自心性相，就是信而不疑，称为自心。那信而不疑，能够相，那就向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进入愿以行，对吧？这个相也可以称为是愿，就我信了之后，自心而不疑，一心信。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而向净土，对吧？那就是愿生净土，一而一心不乱，念其名号而能够一心不乱，必然往生。那念佛的人，当然我们在上集讲当中，
在起信当中，王子修居士也曾提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现世也可以得到护佑，就可以消灾免难或者消业障。那当然，这个不是最根本的，对吧？根本是要往生，根本是要那去往生。那身后毕竟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如果能够在精心想起形象，像阿弥陀佛的形象，现身必见佛是真身，那这个历代有，对吧？我们讲，不要讲太远，近代也有，对吧？印光法师乃至印祖，乃至现在的这个，我们讲，传令长老，对吧？第生死观的传令长，他也曾经讲，有感应阿弥陀佛。一生信念净土，那这个就很不可思议。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就说这个好像有点在讲我不能理解的范畴的事，对吧？我们作为俗人的话，很难以理解，是因为我们的一根门头，都是被种种的知见所覆盖，对吧？我们认为的知见，实际上还是在情执当中。你还没有真正见到见佛跟思佛的这种功夫，对吧？你还只是在一般的凡情的情执当中，从我的本见而出，这个是根本的无明。你在修行的时候，深入的时候，见佛思佛才会慢慢呈现。这个时候，见佛思佛的修行，即证入，进入心里般若会的智慧。当然，你如果在这当中加入菩萨的四弘誓愿，也就入菩萨行，你立他为根本，你的见思佛断，不仅自成就，还成就他人，这个就很根本。那这个的话，你不仅利益自己，我们在世间上很多烦恼啊，对吧？很多人情世故，对吧？那人情世故，大家观察一下，对刚才师父讲的人的这三种阶段，对吧？处于凡人阶段的，我情我见我执的，乃至处于眼耳鼻舌身意这种感官，意乐的。贪求的这种，你要度化是很不容易的，对吧？因为他首先这样的，他由于我见覆盖，我情覆盖，追求的不是解脱，对吧？不是乃至甚至不是追求的第二种的精神的层次，对吧？乃追求的这种提升自我的这种人生的层次，他只是追求于如何把财舍名死归为我所有，那这样的话就很烦恼了，对吧？很烦恼。我们要念佛的人，我们在我作恶事是这样的：我们虽然学佛念佛，我们的心智高远，求生极乐净土，但是在没有断见思佛以及尘沙无明佛之前，在没有往生之前，我们的欢呼是在这三个阶段跳来跳去，对吧？时上时下，对吧？有时候停在中间，有时候在下面，然后再往上爬。所以这叫做对境的时候不容易啊。那这样的话，在这当中，我们修佛乃至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里面唯一的性相保证最根本，对吧？就我们一心性相，南无阿弥陀佛，愿生净土。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一切，如果是福德大的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像下莲居大德、黄念祖大德，乃至于印海长老、立行法师，这些都是有大福德的人，对吧？他们能够不仅随缘消业，还能广度众生，对吧？下莲居大德在北平这个消灾法会念佛的时候，万象啊，就参加的人每天都是万人以上的，对
那个影响力很大，就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心意高远呐，以及阿弥陀佛的这种解脱道的法音六部，那很多人感应，对吧？那也感动了很多人，对吧？包括我们知道，美光仪，就美光仪是跟杨仁山写的，南门北下啊。美光仪把自己两个女儿也送到夏令经那边去学习。那黄念祖当然他是美光仪的外甥啊，就他的胞妹是胞姐的儿子，他也鼓励他跟夏令经继续学啊。那当然，从他受学的人很多都也是真正的进入这个净土法门那很了不起，对吧？那就是说我们在自心性相的时候，那他们，你如果看诸位大德，包括近代，传念长老，他讲的印光法师文钞的内容，最强调的还是自心性相，自心就不乱，对吧？自心就在于没有贪嗔痴，当然这边的贪嗔痴分层次。就我们作为凡人的话，能消一分贪心，能消一分嗔心，消一分痴心，则自心心相一分弥陀光明，对吧？愿生则得生，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教导当中，自心性相，念其名号，即信、愿、行三法具足。这个。就怕你信不及，对吧？信不及就做不切，就等于说，你如果不能自心性相的话，净土宗里面讲，其心荡漾，对吧？其心荡漾就像水一样，晃来晃一下，风吹来的时候再晃一下，对吧？其心荡漾没办法专心致志，那我们是不是其心荡漾？对吧？我们在世间不容易，其心荡漾很，外界的风是很容易影响我们的，对吧？我们通过眼的闭塞，来自于身，对吧？触，眼的闭塞，看到，眼睛会不会起嗔心？当然会，对吧？你看到不好的事，你会起嗔心，对吧？耳朵会不会起贪心？会，对吧？听到有利益的事，贪心就起来了。那眼睛会不会起贪心？也会，对吧？就比如说你，打个比方，你看到很多财富在你面前，对，一般人免疫力很低的，对吧？就起贪心了，对吧？那这是人之常情，对吧？那在这样的种种的这种烦恼。所谓无量劫的苦恼当中，善导大师的比喻很好，对吧？叫水火交煎的这种环境当中，阿弥陀佛以大势炎帝一道白光，解救我们，对吧？那这里面就有此前彼因的这种功能，对吧？那此前我们讲到。释迦牟尼佛在此地而前，阿弥陀佛在彼岸而返，对吧？而引，那这里面就有他的甚深因缘，对吧？从他释迦牟尼佛唱本法音，以及阿弥陀佛的这种法藏比丘本迹而显现。那当然，这里面还要我们要，投入弥陀大愿海中，这句话大家要深切的体会。就是我们在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对吧？我们在说八关斋戒里面也讲，我心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我心，对吧？哎，这句话你不要把它理解错了。刚才师父跟大家讲，不是说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对吧？这是说你投入弥陀大愿海中的时候，你的心为阿弥陀佛大愿所包所容摄。就融入弥陀愿海，
这个时候成为我心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我心，这是在愿力的加持下而融入。那这样的话，一念即止，就讲刚才讲这个，你的心念一动，同时显现，对吧？就十万亿佛土，你在这边一旦以信、精信、当信，以念、精念、当念，以行、精行、当行，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信、念、行三法总持，不需要太久，对吧？十念中的一念即成就，就这样的一个道理，叫投入弥陀大愿海中。这个时候，阿弥陀佛自然接引，对吧？那你如果能够像下面讲，发菩提心呢？我们再看一下，当然这里面你往生到净土的正报无缘六通光寿无量，这边从第五愿到这个第十七愿都是这样、哦、OK， 是十方果。那我们来看以信以愿精信精念当信当愿持名得生的这种功德利益，从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就说我以信，我信阿弥陀佛将我身心，将我的什么身心，凡夫的这个烦恼身心，对吧？将我的贪嗔痴的这个身心，将我的这个财色名食的身心，将我的我见我知我情我脑的这个身心，投入阿弥陀佛的十八大愿，就自心信乐，也就是刚才讲，对吧？自心信业，一生我国吉祥。那这边就念我名号，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解。那这里面即我心投入阿弥陀佛大愿海中，以凡夫心投入弥陀的皆有之心，这即待业往生的根本所在。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净土的一个纲要，大家要理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讲到在心在言在决定记在这里，十八眼里面的这个自心信相念我名号，就自心信愿一生我国吉祥，乃至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四句追顶阿弥陀佛，十念记得往生。因为这十念里面你记阿弥陀佛的大愿，这种愿海相应，对吧？就当下这一念的起，这个是一念。那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这个除五逆与诽谤正法的特点是什么？五逆当然是很重的，师父、师母、是阿罗汉、出佛身血，诽谤正法，这些实际上归根究底，五逆与诽谤是无信，对吧？无信，乃至于比如说似乎是阿罗汉出佛身血，因为他无信而能够起似乎是母的这种心为，对吧？无信信什么？信因果，或者是信有解脱法，对吧？诽谤正法，就他听到这个，因为他还处在这个凡人的这个阶级嘛，就还在底下一二三那个第一个层次，他想说不对啊，这个跟我要求发财不一样啊，对吧？要求官位名利不一样，这种不对，对吧？跟世间话我知道的不对，且信，对吧？所以我们里面讲忤逆，忤逆与这个诽谤正法，它的根本是没有自信心相，无信，就切信根，对吧？五根五逆里面切信根。切性根的话没有办法，即便世间法都没有办法完成，何况出世间法，对吧？所以呢，这里面并不是说十八愿，并不是说五逆是不能往生，不是，对吧？就你一旦有自心训诱一生我国，也就是王自修居士所讲的这一句自心信相念其名号，这个身后毕竟往生。
对吧？那在现世必蒙忽悠，那最大的忽悠，既能够转你的邪见而为正见了，这就最大忽悠了。因为如果给你这个福报，对吧？给你这个福报一保佑，让你得到很多财富的话，也算是忽悠。但这种忽悠是容易堕落的，对吧？人在有很大的福报的时候，会容易种种的造作，对吧？因为我们毕竟是跟我们的这个意根呢，这种五根所牵引呢，我们的业力所牵引的，有钱的时候，估计就什么都会买一买，对吧？享受一下放纵你的武艺，对吧？所以最大的忽悠，对吧？现世必蒙忽悠，即你转邪性而为正性，这是最大的忽悠。因为你的提升了你的层次，精神上、人生上，乃至你的行为上，反过来又进入你的行为，那这个行为，他这个时候就进入利他的行为，入菩萨行，对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于禅定，这即为最大的现世忽悠。当然，你如果能够在现世通过念佛、现世忽悠当中得到很大福报，对吧？能够有很大的这种财富或者功名利禄。但你又能够以菩萨心，来用这些忽悠的话，那这个就不得了，对吧？这个就如虎添翼啊，这个功德就大了，对吧？那当然，从念佛的角度、往生的角度来讲，解脱的角度来讲，忤逆诽谤正法，如能转念或者转识，转他的这种凡夫意识，以自心训诱。然后念佛回向，十念必然得生啊！这个是在阿弥陀佛的大愿海中，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这个就从修学佛法的角度来讲，我个人就看这个跟以及接触很多。比较好有修行的法师，对吧？包括大安法师，他们持戒都很精严，也确实在做利益众生的事。就大安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他经常闭关念佛，非常推崇印光印祖，对吧？那当然，他也很了解方念祖居士他们这些大德的行持所以他也效仿他们经常闭关。方念祖晚年也是经常闭关基本上不见人下莲居居士也是这样。那他效仿他们呢，经常到庙里去闭关那后来他接连出家，就把外蒙财经大学的这个教授之位辞去出家之后，他把北京的房子全部都卖了之后带到东林寺去。就振兴这个护心东林道场现在培养了很多人现在好几百位法师在那边这个个人看法菩萨再来对吧这些都是菩萨再来而且非常修行我在甘肃甘谷大香山我们一起受戒的时候我上一次也跟诸位同修提过他的这种自心性相，这种悲心切眼哇，那个时空没办法限制，对吧？就我们受戒每天摆十几二十个小时忏悔嘛，到晚上还念佛十万，念到第二天，那也没看过他会疲劳，对吧？那这个就很厉害，对吧？那后来他到宁德的这个直提山去闭关。对他出家受完戒之后他去那边闭关我去看了他一下他让我到观王去闭十天对吧很好按照他的方法教很好所以他这种自心信诱这个是决定往生就从现在而言必然不宜
不疑则一心不乱，就他每一句每一念都投入到弥陀大愿海中，这个就很根本了，对吧？这个就非常根本。那在现世忽悠当中，我们如果看立行法师的案例，他作为一个陆军中将，从西安，调回北平，对吧？他又有缘结识到下莲居居士，大德，听他讲法而起这个信心，而起自信信信愿的这个心，就自心信相，对吧？称佛名号，就信念心记住，念到最后，他全部放下，对吧？当然，他不是建国去往，对吧？他把这个，所谓的这种世间，他初初还是放不下这个身份的，对吧？中将是吧？那后来他全部放下，出家当了法师，对吧？出家当法师之后，他又当了住持，盖了寺院。那1960年的时候，他在监工这个大殿的时候，跟他的徒弟，根据他弟子的回忆，我可能记有些错，大家可以查一下。他向好像向大殿看了一眼，后来跟他的弟子说：“我要回藏寺，对吧？我要往生，就走到那边去。”那当时他的徒弟就说：“哦，你好好的，怎么要往生，对吧？”他的意思是指，对吧？那出来之后呢，他的徒弟就跟其他的弟子说：“说我们师父要往生，对吧？我们要敲一下钟，把大众集合起来。”见到藏士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里往生，对吧？就他的这种已经决定，对吧？在心在言在决定，那这种往生进入菩萨道啊，这个阿鼻拔之不退啊，这个很厉害。这个从无量劫的角度来讲，我们人在凡夫业力的时候，轮回生死叫做待业轮回，对吧？我们所谓的待业轮回，是以我们的三不善根业。我们虽然有修善根，对吧？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但由于里面，王自修居士也提到，不能纯善，对吧？就我们做的事没办法纯善的时候，它就夹杂了人天的福报。就你如果没有往生的话，那这样的话，它就待业在我们三界轮回呀。三界轮回，来世可能在做人，对吧？啊，可能比现在好一点，对吧？看你现在如果是大户长者，来世可能因为你邪火什么位居高位，对吧？突然做了财政部长，对吧？或者当了国王，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善根好的，像立行法师他们，对吧？虽然做了中将，但是他有这个过去世的因缘，能够遇到邪火的人。能再生其正往生，对吧？那这个就很了不起。那另外一个也可以往回倒看，在下莲居他的写的这个诗里面，他曾经有讲，他这一生再来是为了完成一件事，对吧？就会几本，完成这件事。那当然，他诗的原文我不记得，但他有讲，对吧？就此生为此经而来，为这一大事因而来。那看他的行持，是不是称念在来，对吧？因为王自修即是花了很多年，对吧？汇集《大阿弥陀经》，那下莲居再来把这个各种译本再重新整理，根据《大宝积经》的这个菩提留支的译本叫。弥陀，无量寿如来会，依据这个版本的，把其他版本汇集起来，对吧？那他24愿里面其实是48愿，因为他把前面的3愿即为一愿，果悟二道跟这个平等愿集在一起，对吧？哦，那个文字很美，对吧？你如果懂得净土的教义的话，就你很懂净土教义的话。其他经论不用带，我觉得这个清净平等结晶你带着就够了。就你如果真正懂得整个净土的教义，乃至懂得它的因地跟果地的这个教化，
乃至于懂得释迦牟尼佛本怀跟法藏本具这些教义，阅读那本自心性相念佛啊就可以了，对吧？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从他的个人自述来看，我在想会不会趁念再来，对吧？或者是跟王子修居士有什么什么关系，对吧？这有可能，因为他的很相近，对吧？就他的这种家世跟他的行仪，对吧？都是近似，而且都是种种的这种对佛法的深入体证。他汇集这本15年，闭关10几年，对吧？而且好几年不下这个他的楼梯不下，专门闭关念佛，乃至礼拜忏化。那好，我们这个是讲啊，弥陀焰海当中这个自心信有，或者王子修居士所讲自心信相念阿弥陀佛。那现世这个福佑，对吧？我们如果看到、了解到我们的心有贪、有嗔、有痴、有我执、我见，有种种的这种众生见、众生见及烦恼见，对吧？就种种的区别成为众生见及烦恼见。有这么多的话，我们在念佛的时候，现世福佑是不是可以转种种这些烦恼？而为清净的心性，对吧？来增强我们这种自心性相、心念心的这种一性、精性、当性、一念、精念、当念、一心，就已经念阿弥陀佛了，精念以及当性，对吧？这三法一致的时候，那当然成就。那往生的时候，你如果趁念再来的话，由于这个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包括你本人已经阿鼻拔智不退，你再来即成为菩萨行者，对吧？就你不会再迷失，你不会再迷失到世间的这种种种的欲望当中，你的所行皆为菩萨行。就你在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你再投身为人，种种的福报因缘很大，对吧？然后你的层次很高，对吧？天主菩萨心都是以利他为根本，对吧？这一种，那这个在利他当中成就自己，那当然这里的利他是以唱弥陀本怀为根本，对吧？就这个即为发菩提心，修筑功德，也就下面这一言所讲。是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筑功德，对吧？这个时候自心发愿，一生我国，临受终时，假令不以大众为乐，现其人前者，不其正解。这个时候前面如果既是忤逆十恶诽谤正法，能够转心自心信愿，念阿弥陀佛，就信念心记住的时候，十念往生，对吧？那下面这个，你如果能够发菩提心，修筑功德，这个是要有大一年的人，对吧？这个都是术士有修佛的人，就在或者入菩萨道而没有解脱的，对吧？初地菩萨退心的很多，对吧？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加持的话，他碰到种种因缘呢，比如说舍利弗想行菩萨道，碰到恶缘的时候他就退了，对吧？这种种种因缘，那也是一样。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想行菩萨道帮助别人，或者是行菩萨道嫉妒别人，但是一旦有一个恶缘起来，我们可能就退了，对吧？就基本上想都不想，这个还是好的，对吧？那有些不仅恶缘退了，可能还会随着环境大转，对吧？所以环境大转就起嗔心了，对吧？骂回去了，或者种种的对抗了，这个就环境大转了，对吧？
那在这个就很不容易，对吧？那你如果有大善因缘的，能够菩提心不退，修足功德，这就完全利他，自信发愿，对吧？所以我们在讲修学佛法当中，以般若智为导啊，你在修发菩提心、进入菩萨心的时候，一定要有般若为导，智慧为导，修种种功德。才能够成就解脱，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不以净土为归，不自心发愿的话，还是会容易在三途恶道当中轮回，对吧？在种种的道当中轮回，也可能不一定是人道，对吧？众生平等，那这样的话，众生烦恼平等。对吧？众生佛性也平等，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如果发菩提心，能够以般若慧为行导行，自心发愿，以净土为归，那这个就很完美了，对吧？那由于你是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相应，以阿弥陀佛48大愿。即大菩提心，以利他为根本，你在修入功德，你发愿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以大众为首，现起人前来接引，对吧？这个就更深层次。那我们也看到，在历代都有，对吧？有可能是化佛、化菩萨现前接引，那有可能是阿弥陀佛，报身。化报嘛，对吧？也有可能是他的报身接引，化身住于本地，本尊不动，对吧？化报，那化佛即报身即化身，对吧？三者无区别，有区别就在于你功德心力的区别，对吧？那这样的话，即往生，对吧？那这个就更深层次的这种自信心想。自心而性相，然后而行菩萨行。那第二什么看？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对吧？执著得本，自心非相，一生我国，不过随者，不起成劫。那在另外一个就说，你只要听闻得名号。心系念你往生，而能够资助得本。这边的资助得本，当然还是比如说五戒十善，对吧？这根本，包括净土三护这些，你一旦能够执这些得本自心回向的时候，一生净土也即得生，对吧？这个就我们来看。看回到龙树王自修居士的这个净土里面，所以你要在自心性相的基础上，就信愿行。刚才讲到，信则不疑啊。北宋杨洁居士，杨洁是官至太常就专门主持房事、房公祭祀的这个观念。他曾经。他的一位好友，也是学佛的，叫王宗悔。王宗悔，当然他是参经啊，这些所以历代学佛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啊，都是真正看透人生的人。他有一次，他就问杨洁无为公啊，就问他说：“我念佛学佛，不得要领。”你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能够让我念佛能够直接契入的，他说信而不疑，这一心不乱，就一句话，对吧？他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心性相，对吧？就像王自修居士这句话一样，就说你虽然参禅念佛这么久，不得其门而入，你要检讨一下你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在
信的时候有疑，就是说心有荡漾，对吧？就历代祖师所讲，时疑时信不够真切。那你时疑时信的时候，就没办法一心不乱了，对吧？你时疑时信的时候，尽你的心就三心二意了，对吧？就有疑有信这样的荡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接受了杨洁居士的这个劝解，非常用功啊，自信心相，把之前参禅的这个禅全部放弃，只是一念阿弥陀佛。后来，杨洁无为公在有一次晚上，他梦到这个王总会来跟他说：“我要感谢你，你叫我这个信不疑，对吧？信者不疑，这一心不乱。我按照这样做，我现在往生，对吧？就先往生。”那他醒过来，他就觉得奇怪，怎么会做这个梦呢？不久，王总会的儿子就来跟他通报，说他父亲在昨天往生了，对吧？就等于说，这就有感有应，对吧？就他来跟他讲说，感谢你，对，我现在往生的。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王总会作为参军，其实日常事务也很忙，所以作为世俗人在家人很不容易，对吧？有种种的这种，事务要处理。那你在处理这些事务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邪火的，对吧？你要处理的很多人都是在我知我见，对吧？在种种的这种烦恼当中，你不被他所转，就非常有修为的，对吧？你又能够一心不乱，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心性相念佛，对吧？能够发菩提心，执住德本，或者行住功德，那这个福德就很大啊。那往生的一个特点，即在于这个心性的解脱。这个解脱之外，本具的这个功德，他的福德、智慧福德具足之外，你若趁念再来，可以行菩萨道，对吧？就或者，在未成佛前，对吧？都可以行菩萨道。当然，你如果不愿再来，也可以在极乐净土直至成佛，对吧？那这个是从心性的高度角度来讲，由于我们现在处在这种凡情的阶段，我们人呢，由于身还在，对吧？我比较关切的还是目前的这种情况，但这个是没错的，对吧？这个你要通过念佛，能够呈现现世的忽悠，那这个也很好，对吧？但是最后的话，你如果能够做到自心性相，能够信而不疑，一心不乱，你抓住这一点，基本上就问题不大，对吧？你要抓住这一点的话，你要能提起这一念的话，能够相续不断的话，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它就起作用，对吧？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这里面呢，自心性相，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这是因为我们来看。佛之威灵无所不在，就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它是无所不在。就你有没有感跟应的问题，对吧？就为什么这样讲？历来有很多通过念佛，见佛感应的，包括不仅仅是早期庐山结连社诸贤见阿弥陀佛，对吧？往生历来。各个朝代都有，啊，宋、元、明清，包括民国，对吧？有很多，包括现在也有。现在能不能
往生，或能不能见佛、化佛，或者化佛来迎，实际上还是取决于我们的信愿心是否能够一心不乱，对吧？一心不乱就自信而不疑，疑则有乱，对吧？心则不专一。那这样的话，阿弥陀佛的大愿愿海而显示的时候，那当然既能够人心念以佛纯属，则自然交通，对吧？故佛现其身也。就等于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心念呢，你的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以佛阿弥陀佛本尊本愿本迹纯属交通，对吧？所谓交通，自然交通，即感应道交，对吧？就你这个真正的感应道交同时呈现，对吧？不需要时间空间，因为时间空间是我们有忘情着念的时候而现现的，对吧？时间空间也是、也是我们所加强你的，这个时候自然交通的时候，故佛现其身前。你说闭关念佛而自然感觉佛在身前，那种感应即是当下即是，对吧？不需怀疑，因为那个是清净心的显现。就像刚才讲，投于弥陀大愿海中，阿弥陀佛这个投在于你的这个心水当中，对吧？自然显现出来。那这个也就能够去除我们的根本无明贪嗔痴慢疑。这个我们也看到，之所以有些人一辈子很烦恼很痛苦，当然社会很有成就，但他参加一次佛七的时候痛哭流涕，对吧？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洗心忏悔，这即是感应道交，心念你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大力感应道交，对吧？那这个时候既能够除你的这种疑痴无明啊，所以也即我们来看天亲菩萨的这个往生论所讲，叫佛会明镜日，除世自然明。就阿弥陀佛的这一句佛号的这种庄严光明功德成就。那诸位祖师大德讲这个偈颂，是从他的自证而言，就以阿弥陀佛的感应道交而言，就心念纯熟而自然感应交通的这个时候，他把它写下来，对吧？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看佛经，看诸位祖师的这种诗记的时候，不能以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对吧？包括宋元明清以来，特别是明代与清代，有很多大德写了很多诗集，净土诗集，你不能以诗歌的角度来看它，因为这些都是他以这个阿弥陀佛心念纯熟感应道交，或见化佛，或以佛感应的时候写下来的，对吧？就真正的以这种证悟的心性与大家分享的。所以他是以诗的形式来做，但是是以感应道交纯然以弥陀的这种感应形诸于文字，那这个就很了不起。那天亲菩萨也是这样，就我们看往生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偈颂皆源于这种自然的阿弥陀佛大愿愿海的这种感应道交，或者是自心性相一念阿弥陀佛的这种感应道交而成就写下来，对吧？就他的这种亲证的或者亲见的这种境界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他在往生论里面讲佛会明镜日，对吧？就佛的智慧犹如明镜的这个日光，对吧？除世痴暗明，我们世人呢贪嗔痴的种种暗，由于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这个慧字，能够去除这个暗明，对吧？
那些就说阿弥陀佛，谭鸾大师把它归为阿弥陀佛的这种庄严光明的功德成就。那这个当然是从四十八愿里面来，四十八愿里面有几愿是讲光明照处，乃至名号成名，这个我们晚一点可以讲到。那这个在这种佛威临不所无所不在，以及在我们能够自信无疑信向念佛的情况下，阿弥陀佛的这种废止光明，一记佛号而除去我们的这种一次无明，对吧？那谭鸾大师他说，此二句名庄严光明功德成就，佛本何故心之庄严。这边讲就建有国土，在因地的时候，在世自在王佛以五大戒观察二十一亿万这个佛土的时候，建有国土，虽乎向背日光而为一次所安，是故愿念使我国土所有光明能除此暗，入佛智慧，不为无己之事，亦因安乐国土光明从如来智慧报起，故能除世暗明。今年或有佛土以光明为佛事，这个是维摩诘经所说，即是此也。故言佛会明镜日，出世自然明。那依据谭鸾大师的注解，就说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观远离这个世自在王佛的这个因缘，五大劫而修菩萨行，那是观二十一佛土的这个功德。那有些佛土虽有这个向背日光，但是他的众生呢，里面的众生还是为愚痴所暗的，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样，对吧？这个国土就是这样，为愚痴所暗。这个很难，对吧？这个愚痴它还不仅是暗，都是简直是乌云密布，对吧？现在电闪雷鸣，对吧？那这样的话，就说阿弥陀佛在见到这样的时候，就说使我国土所有光明能除此暗，入佛智慧，不为无际之事。就阿弥陀佛里所发的这种光啊，包括乃至于净土的种种杂色杂宝之光，对吧？这些光不仅不会让人生起贪念，而是能够记这种光明而除我们心的痴暗，就一次而入佛智慧，就入佛解脱的智慧，对吧？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无记是非常难以觉察的，就我们有善恶或者一次，对吧？这个出众的烦恼可以觉察，无记就是说它你感觉不到它，好像比如说苦乐而言，它不苦不乐，对吧？感觉很好啊，对吧？好像我这样挺好的，这称为无记。但无记里面不容易觉察啊，但它也是属于愚痴的一种啊。这种有时候这种愚痴，还很难剔除，对吧？有些人你跟他这么讲，他听不进去，对吧？这就很犟的，对吧？他也不一定是痴暗，对吧？他就是无记。他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对吧？就这样。那在极乐净土的这种光啊，它由于佛的这种四十八大愿的功德，它所有的楼阁、宝树、八功德水，乃至于七宝为地，当然众宝这种夹杂的这种地。当然不只是七种宝了，无量诸宝形成的这个地，对吧？就互相融摄，光光相应。当然宝也是心性的一种体现，心无杂念，纯净，则各种宝自然的现，对吧？我们心有贪嗔痴，所以才会有种种的这种三垢聚合，
对吧？种种的障碍。那这样的话，你一入则安乐国土光明。你看，从如来智慧报起，故能出世安民，就从阿弥陀佛如来的智慧这个报而来，对吧？从他行菩萨道开始啊。那维摩诘经，当然大家看维摩诘经，也有些国土以这个光明为佛事，对吧？有些国土以这个相继为佛事，对吧？相继果，对吧？闻那个香气开悟的也有，这个是不可思议。那在种种的这些法光明里面，我们知道，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对吧？就以信而不疑为根本，对吧？以一心不乱，就你有疑则有乱，这个时候念佛必然这些功德摄受在里面。那这个也是四十八大愿的根本所在，也是法藏本纪所要体现出来的。那法藏本纪，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它跟我们心性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解脱是有关系的，对吧？跟我们的这个无明解脱存在巨大的因缘关系，所以这个是从本纪上讲。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到这里。